还是七点半，还是北方频道，还是大海热线，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唠。演播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小杨，大家好。前天咱们报道了一款神奇的产品，号称不用洗洁剂能够洗碗，不用洗衣液能够洗衣，不用牙膏能刷牙的水龙头，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水龙头。虽然说名字拗口，但是很多老铁看完之后都记住了，大伙纷纷的通过热线这个公众号和抖音号等平台给咱们留言，说的是自己的婆婆也买了三个，还有的说人家宣传的没毛病啊，不用洗衣液确实也能洗衣服，人家也没说一定能洗干净。好赖话得听明白。节目播出之后，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联系我们，想再见见当事人小刘，要给他好好解释解释。这个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我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从说明书上可以看到哈，这上写着不用洗洁精可以洗碗，不用洗衣剂可以洗衣服，不用洗发水可以洗头，不用牙膏可以刷牙，不用清洁剂可以打扫房间。哇，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来做个实验。我们大概用力的用水，高温高压的水流反复用力搓了能有个一分钟，结果发现没有什么变化，还这样。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法呢，用这个分离子能量水洗过的麻布来擦拭油污，有明显的去渍效果。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这两者蹭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嗯，宣传效果挺神奇，实际一用挺来气。小刘替妈鸣不平，来找厂家问究竟。这是谁家的技术啊？这个是台湾陈博士他发明的，我们里边的技术都是台湾的芯片。这里有芯片？对，就水就通过里边那个墙纸，你这个转换过来就变成小分子。你有拆开里面的这个图吗？就是这里面是长啥样啊？对，现在里边能给咱把芯片拿出来我看一下。这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它得多高级的芯片才能那啥？不是说他想经过这个芯片，就是让它整出什么什么，像他说什么氧负离子啊，或者是什么羟基自由基啊，或者是什么羟根离子啊这种。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节目通过新媒体平台上推送后，不少老铁产生了共鸣。哎，像小刘妈妈这样的妈妈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呀。10000多的床垫子买了两个，我妈谁能管一下她？当当不一样，当当都得上。10月13号，热线电话接到了一位自称是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法务工作人员王先生的电话。作为生产企业，他们想再见见消费者小刘。于是10月14号下午，热线记者和小刘再次来到了这家企业。只是这一见面儿，哎，退吧。退呀。啊，退吧，2000。退吧。你想退？你退那两座，我干啥？你想干啥呀？你要跟我们要2000，我们就说你讹诈，你知道不？我现在没，我告诉你，你买的产品，小刘，你一定要相信，你知道不？不只是他们的话，我们会记录下来。发明专利，你说的话我们也会记录下来。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所以你不能这个样子。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小刘？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跟你知道不知道没有用，你买了给他退。你不要说话了，老弟。这个东西买了东西给你退啊，赶紧出去。有效果的话，我肯定我会接着用。不用接着用，就你这货也不给你接着用，赶紧滚出去啊！出去啊！给你退钱啊！小刘一张嘴遭到一顿怼，在厂家看来，小刘就是来搅局的。而小刘这次的目的也很明确，要看产品的手续。不欠。好，继续。就你这种人啊，第一个你没有爱心，第二个你没有公德心。我什么都没有，知道不？我不是个人，行吗？你不是人，出去，我们这里全是人啊！你出去。我是神。你呀、啊。算了，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我现在就想知道那个专利证书。你没有，你我告诉你，你没有。我现在就想知道我买这个东西是否有用。这一见面的气氛可是有点不太友好啊。那请问这位火气这么大的人是谁呀？
这位跟小刘对话的人自称是这家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法人的干闺女。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呀。大伙儿也看到了，热线记者和小刘的两次对比实验都没有达到产品说明书上的神奇效果。不用洗洁精，用不用这个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水龙头去污的效果都一样。不是说这个产品有发明专利吗？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款产品到底是咋回事，这里边究竟是个什么原理，有请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朝阳，也就是大伙儿口口声声说的陈博士。我姓陈。您是就是那个昨天的蒋陈博士就是我。哦，如果说我今天做有违法的话，我希望说你公平公正的把我公报出去。这个分离子发生器它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检测报告，他现在讲要检测报告。你这样，那个一个是检测报告，然后一个是专利证书，这俩。对，嗯，我是2005年来到沈阳的，去年才研究出来的。去年才研究出来。对对对。这是第几代呀？说是第六代的。那第六代感觉这个手感还没有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沉呢。我告诉你哦，这个是航天材料啊。嗯。热线记者在现场拿着两个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水龙头对了一下，立马出现了吸铁石的效果，这是咋回事呢？这个芯片长什么样？我们今天在现场终于看到了这个能量分子里面的庐山真面目啊，是一个，这两个是什么呀？强说强磁。就你这种人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水给你带来的健康。没有用，我想知道这有没有用。出去，不给你。这个就是，那这是芯片吗？这不像是芯片呢。这个芯片，这个一起来，里面还有一层芯片，这个要拿不出来了。这芯片不用通电吗，大哥？对，这个不用通电，要通电就麻烦了。水一过去，我就把它切割成一亿多倍的。芯片不通电就能工作的说法，咱也是第一次听说。难道这样的东西就能实现产品说明手册上宣传的各种神奇效果吗？就关于这些宣传上的这些东西，一二三四五大类，我们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做几个实验，证明它有？非常的欢迎。在说明书上可以写着，不用洗洁精刷碗，不用洗衣剂可以洗衣服，不用洗发水可以洗头。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呢，在小刘家做了一下这个实验，但是结果不太好，看一下今天这个效果和当天有什么区别，还是我们用错了，还是这个东西我们买的那款它不好用，还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没用？这个是中性笔，对对。你把它画吧，随便画。这我来涂。多画，对，多画些，多画些哈。这样还是跟我们之前来同样的，您拧下来一个，然后一个用这个冲，一个我用直接什么都不带的这个水龙头。咱们那画的还比你多呢。我们来现在测试一下这个不用洗洁精可不可以刷盘子啊？这一画。做一个比较，它冲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有区别吗？这是能量分离器洗的，这是我自来水洗的。两次清洗实验一目了然。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水龙头的冲洗后的效果，一般自来水也能做到，这样的结果又该怎么解释呢？是怎么情况？你听我讲啊，我了解这东西是啥呢？就是说，只要你家庭少用，甚至是不用这个化学洗涤用品，不是说让你家庭说绝对的是不用这个。真不愧是干销售的好料子，左右都是理儿。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一点儿不用。是让你们少用，宣传册上那可不是这么写的。算上这次，热线记者已经是第四次对这款分离子能量发生器水龙头进行实地的实验了，结果大伙儿也都看到了。我就好奇，那这样怎么能刷干净牙呀？按照我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一听这话，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的陈老板再次强调自己的产品是有专利的。
专利，你拿专利的。专利的是这个是专利。但这是外观专利啊，这不是设计专利啊。设计专利也有。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的法人用手机出示了一张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截图。按照专利号，视线记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到了一款设计名称为水龙头的外观设计专利，设计人叫陈廷伟，申请日期是2020年7月10号，公告日期是2020年12月22号。专利申请只有三种类型，发明、使用和外观。外观保护的就是您这产品的外观，这个图形、色彩或者是结构的这种外观设计，它保护范围就不包含您说的那些。我国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类型有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外观设计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说白了，它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申请发明专利了，但是还没下来是吗？那您这个专利没下来了，怎么就把这个东西进上去了？一款外观设计的专利竟然被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在产品说明书上印上了各种神乎其神的功效。那么眼前的这位陈博士的头衔又是谁授予的呢？您正常从事的学科是什么类目？我是高中的学历，那高中嘉义高工。您不是徐博士啊？不是博士。那为什么要叫陈博士呢？哦，这大家抓，这容易让人误会。是大家给我称呼的，我自己也没有讲说我是博士啊。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吓一跳。首先，咱们得承认，人家确实是有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证书也是真实的。但是，请不要混淆概念。大伙儿更要擦亮眼睛，这是外观设计专利，说白了就是形状、造型或者颜色跟以前不太一样，属于是新设计，它跟产品的功效性能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目前申请专利的材料上，针对外观设计用途的说明上也写的是用于水净化处理过滤。请问那用途上咋不写洗衣服不用洗衣粉呢？另外就是大伙儿都叫的这位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的法人陈朝阳，大伙儿呢都管他叫陈博士，他自个儿不也说了吗？就是高中文化。我都本科毕业了，我也没好意思对外说我自己是博士啊。真正的博士那是学位，是需要国家教育部门学位委员会授予的，不是谁想叫啥你就叫啥。我就不信了，他自己不说，那别人能这么叫他？热线记者调查一圈发现，很多情况已经是明睁眼露的。一看这情况，法人的干闺女不干了。你这样吧，那个因为大海之前我也知道，嗯嗯嗯，就是很出名，也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这个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不是我说啊。我当时看了那个抖音，我对他我非常生气。嗯，你知道因为啥？我觉得哈，就是你买了一个产品，我们都买过假的，对不？这个还不是假的，谁没买过假的在桌的？都买过。我刚才说话你听不明白啊？你当神那个呢？你要再这样说你就出去啊！我不跟你讲啊，你没有资格听我说话。你说我不打扰你，我不打扰你，你说吧。我说我们谁都买过假产品，嗯，但是这个还不是假的，买了假产品咋的了？对不？都像你这样吗？这还是真的。我买到假产品我就不用去维权了是吗？你维权咋的了？给你药死了，给你喝死了。那你承认了吗？还是怎样？跟你咋的了？这个产品，我问你。问题是我现在还有国家所有的东西，你知道不？我出你买了这个东西哈，就你妈买，你妈受骗了。有的女的找老爷们还受骗了，你上哪退去啊？那你，咱说的有点多了。活该。你看，这个态度，你说让对，就你就活该。我告诉你，随便放啊，就你就活该。看到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的这个态度，小刘忍无可忍，再次带着相关证据找到了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桥管理所。他们给我拿了一个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里面包括这个说明书都有，就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咱。你昨天不就给他昨天来了，我看到了，嗯，是昨天不就是有一个说明书吗？对，把这个给咱，咱现在执法人员去到时候，这回东西也有了，嗯，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步调查呗。我们陪同小刘再次把
在沈阳银雕健康器材有限公司这个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桥管理所。我们刚才进去呢，把相关的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以及我们之前在这个银雕这里面遇到的问题啊都反映给了相关的单位。现在呢，他们说会在工作流程的期限内给小刘回电话，这两天等着点电话，随时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好不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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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桥管理所的所长明确表态，一定会认真调查，尽快给小刘一个说法。小刘妈妈现在看明白没？大姨呀，儿子这么较真儿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保护合法经营，坚决不听忽悠。这事儿的最新进展咱们还将继续关注。大家在消费过程中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4-2318-7222。各位家人，今天千万别走开，下一段节目有咱们大海热线会员福利，抢红包拼手气。所有人都听好了，要想日子过得好，生活潇洒没烦恼，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以后再遇到烦心事、感人事、闹心事、高兴事，这都不是事，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但是记住哦，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按住识别，授权登录，加入大海热线会员，立马就能得到杏林整形赞助的现金红包，最高额88元，转发给朋友还能天天抽红包，每天还有消费维权法律服务，热线福利购9.9元买所有，这好事上哪儿找去？记住，就扫这个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热线会员待遇好，日子潇洒没烦恼。赶紧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说大半夜来拿走它，你这心可真挺大，请问你拿回家放哪儿啊？雾散了，云飘了，你又开始叫嚣了，几个菜喝成这样啊？热线家人，红包乐，幸福生活福气多，快扫码加会员。一不留神被追尾，酿出悲剧挺后悔，人哪样啊？乘坐电梯玩心犯，小手咔咔一顿按，咋这么欠儿呢？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跳舞打球也突出，买菜做饭带孙子样样突出。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中医传承，匠心悠远，高真堂传承国粹，弘扬中医药文化，创新理念技术，全生命周期。诊疗养一体，医疗连锁，对常见病、慢病、疑难病，未病先防，预病防病，以病防错，预后防复，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造福百姓，助力健康中国梦。大医精诚，良医好药方显效，熬治浩繁医人心。高真堂道地药材，秘法炮制，好医好药，好高方，提高诊疗效果，为健康保驾护航。一花合一草，看见，看见，鼻炎又犯了，鼻炎要讲一花一草。什么花？一枝黄花。什么草？鹅不食草。贝鼻牌鼻凝喷雾剂，把中药一花一草装进雾化瓶，用雾化的中药直喷病灶，主治疾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中药雾化，一花一草，中药雾化治鼻炎。贝鼻牌鼻凝喷雾剂。欢迎回来，老三陪您接着唠，说东风扑酒香，吹醒书香愁。开坛十里香，万事不思量。酒人遇到美酒，那就俩字儿，贵福。哎
哎呀妈呀，三哥啊，你这给我说的我都馋酒了。你可拉倒吧，就你那酒量，喝酒之前你是大连的，喝完酒那辽宁都是你的了。我跟你说，哥就给你买几瓶甜水得了。不是你搁这你看不起谁呢？咋你咋这么小瞧人呢？我能喝。没有那量你就别沾酒，能喝半斤喝八两，就这样的选手我看很够呛啊。尤其是司机手握方向盘嘴上还没有把门的，那就俩字儿，作妖。哎呀妈，谁呀这是？马路都能说封就封？来，最后一下来，那什么烟灭了，不让抽烟。你是不是大声吹风的那一个？吃我肯定睡，放我那也会回家。不要碰我！我说了，我跑了，我是你儿子，来滚。给我们的机器有几个机会啊？一看这就是光喝酒没吃菜呀。醉酒大哥的一番操作把交警们看的是哭笑不得。现在这情况到底是谁给谁机会？这还没完，大哥接下来的表演才叫精彩。我这动了动下都送过来，我非喝人物。我的妈呀，听到没有？他可搭上上了。就现在你来给我挑个劲儿，把衣服脱了给我试一下。你为啥不配合交警？配合我了，我在这就会战死的。你把你手不认识我打死你。你可以零加三进市场。我想抽根烟，小朋友，给我唱两个烟曲。我想抽根烟，有没有人支持我？表演够了就好了。手机给我，手机在这放着呀。拿来，拿来，拿来。你咋了？我把你咋不了是吗？开始，别累，他们走了，花的应该少咋就麻烦了。你给我两个，八字我上，我上不上？上不上？小九一下肚张嘴就封路，敢跟警察比划会拿英语数数，就算上了警车叭叭叭叭叭谁也拦不住。收敛点，妨碍执行公务，加重惩戒。你看话就全都做了，对，继续说。下半辈子我什么事儿我招呼你了，你给我记住，人家叫田大嫂，你怎么折腾我，我怎么招呼你。别玩这个小伙折腾我，别让我弄。我妈十八还十九看着我怎么样弄。你是老子的 out， 不对，你是个吹子，你给我等着，我弄不，我不姓张，我威胁你妈，我威胁你爸， get out， 拉着这伺候，站，先把血清，校正自己啊。酒醒了，梦碎了，面对现实，认怂了。你喝了有多少？三斤。作为一个公民，民警检查你，你应该配合吗？那你为啥不配合呢？确实是给所有的警察添了麻烦，我一定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对不起所有人，真的很对不起。最终，张某被刑拘十日，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要是搁我吧，这酒醒之后我都恨不得换个星球生活。我还以为这英语水平多厉害呢，这不也就是小学水平吗？小杨，我可跟你说啊，你要是像他这样似的耍酒疯，你可别说认识我啊，我就代表大海热线我开除你。咱说这么大的人了，交警半夜执勤查酒驾为的是啥？为了大伙的交通安全呢。酒驾已经是违法行为了，你搁那装疯卖傻的，你觉着你就能逃避责任了？开玩笑，谁家老爷们真丢人呢。普法责任重，酒人当梦醒啊。换个话题，电梯里的事儿，说大也有大，说小也有小。话说有一天，大伙儿都在楼下等着电梯呢，这电梯呢就执拗上了，说啥不下来，故障了啥呀？谁让电梯里坐着位酷似当年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的小伙呢？咋都是小孩呢？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呀？你听听，你俩玩啥呢？笑得那么开心？看我按，我按。我按按按，只见小伙在电梯里按亮了几乎全楼层的按键，旁边姑娘则拿着头盔搁那儿哈哈大笑看热闹。看你这动作流畅，一气呵成，挺熟练的，不止干这一回了吧？再看看这电梯，走一层停一层，走一层开一层，看着都累。同乘电梯的大哥看不下去了，苦口婆心开始劝说。这什么素质呀？小孩都知道干这事儿免不了一打，人家可不背这锅。我开心，我乐意，我高兴，你管我？
只见小伙不为所动，等有人出电梯后再次上前按亮剩余楼层键，同城的大哥随即出了电梯离开。这万一碰到个有急事的，那心态都得崩喽。不知道大伙注意没啊，那小伙一顿按的时候，旁边那个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他女朋友吧，这他一顿笑啊，这小伙明显在博女朋友开心呢。但是我估计你俩长不了，你说谁能稀罕这样式的人呢？关键是这么大人了还干这小儿科的事儿，你不觉着丢人寒碜遭唾沫星子让人戳脊梁骨吗？行了，咱不说他了，说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就是此时此刻跟我一起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抢红包拼手气。这几天大伙红包抢的过瘾不？我听说有的家人已经拿抢到的红包充电话费了，还有的家人分享到亲戚朋友群里边，让大伙都来沾沾喜气儿，抢抢红包。废话不多说，扫码礼物多，微信扫一扫，红包就来到。这次我们换一个玩法，来，工作人员准备好，今天现在此刻准备好了吗？都完了。好。全省此刻正在看我节目的老铁们，咱们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落空，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一起来抢红包，分享这笔现金。真正拼手气的时候来了，看谁手气好，抢得多，就扫这个码，立马有钱花。3、2、1开整。现在中奖率是多少？70%。来，我们调成95%。要玩咱就大方了，跟着红包哥扫码欢乐多，成为大海热线会员，您就是自家人。其实抢红包只是随便玩玩，以后新闻爆料、法律咨询、政策服务、消费维权，可以随时为我随手拍下你身边的新闻，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奖励送上。还有还有，每周热线福利购9.9元买所有，真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便宜到家了。下一波会员专属福利马上就来，全是生活当中实用的好东西，个个便宜。红包自己抢到不算抢，家人共享才叫香，赶紧按照我说的方法分享给亲朋好友吧。进入抢红包页面，点右侧的转发继续抢按钮，长按海报分享给家人朋友，对方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您就可以增加抢红包机会，好友加得多，红包领得多。平时微信可以搜索大海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抢红包，扫码加会员，欢乐抢得多。怎么样，家人们都抢着没？红包都到账了吧？加入咱们热线会员，不光能抢红包，还有会员福利。这不，眼下正是中国阵痛周，咱们就联合北部战区总医院疼痛科搞了个公益活动。就过去哈，我都是嘚溜裤露脚脖子，整的现在是这疼那疼的。甭管哪里疼，来问黄医生。所有啊，所有有慢性颈肩腰腿疼痛的大海热线会员，恢复健康的机会来了。北部战区总医院就是原沈阳军区陆军总院疼痛科，为今天前20名报名的热线会员提供免费诊疗及冲击波治疗一次。您就按照时间约定到北部战区总医院就能免费治疗，甭管哪里疼，专门解决疼。想报名就赶紧加入大海热线会员，老会员直接微信搜索大海热线就能在小程序里边报名，每天前20名疼痛科主任亲诊，机会难得，抓紧吧。看病抢红包两不误啊，没赶上的都别着急，守住咱节目，一会儿再给大伙儿准备2轮，抢到红包的也别走，想接着抢一会儿告诉你秘诀。说大半夜来拿走他，你这心可真挺大，请问拿回家你放哪呀？一不留神被追尾，酿出悲剧挺后悔，人咋样了？紧薅脖领不放松，手脚并用拼命拽，孩子招你惹你了？苹果橘子都备好，儿子竟没吃多少，
都进谁肚了？鲜奶茶倡导者，明星都爱喝的奶茶天然带落户省城，秉承纯乳好茶鲜牛乳的品质坚守，更有总部扶持，助力你的创业之路。地址：中街沈阳春天正门，加盟热线：153-3080-8000。我是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现代工艺把我秘制成丸，全中药炮制，每丸重9克。如果你咳痰喘，你需要注意补肺，肺气不足，气短喘咳时，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我能补肺益气，止咳平喘，治疗你的咳、痰、喘。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跳舞打球也突出，买菜做饭带孙子样样突出。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又犯了鼻炎，要讲一花一草。什么花？一枝黄花。什么草？鹅不食草。贝鼻牌鼻凝喷雾剂，把中药一花一草装进雾化瓶，用雾化的中药直喷病灶，主治疾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中药雾化，一花一草，中药雾化治鼻炎。贝鼻牌鼻凝喷雾剂。饼干吃出新创意，选料也有小心机。用料精选红小豆、薏米、燕麦、麦麸、小麦粉等5种杂粮，富含膳食纤维，科学配比，营养相辅相成。优质面粉配杂粮，低温烘焙酥又香。我们这些老年人牙口不好，但是吃它正好。就因为这个饼吧，放到嘴里以后吧，很快就化开了。酥但是不硬，健康美味有营养，早餐茶点好搭档，谷物香浓吃不厌，独立包装真方便。咱北方嗨购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红豆薏米饼，原料精选全国各地优质谷物，全程采用低温烘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当中的营养，用麦芽糖醇代替传统的白糖，制作过程中不添加任何色素，一口下去，红豆的清香结合着薏米的焦香，口感酥脆，越嚼越香。早餐来2块红豆薏米饼，搭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这一上午都不觉得饿。咬一口，满嘴香脆，还有谷物的颗粒感，一点也不油腻，满满的膳食纤维，好吃又健康。不想错过这口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点界面下方的北方嗨购。助力乡村振兴，全国4家电视台融媒体联合行动正在推进中，我们一起为乡村振兴添把力。说开大船坐小车，这是门道舒服，但是呢，开小车的一半都有一个常识，就是远离大车，危险呢。对喽，这大货车呀，惯性大，盲区大，难以操控，一旦发生事故，破坏力巨大，就类似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杀伤力极强。可是偏有那胆大的，骑着电动车经过路口时，竟然停在了一辆等候通行的大货车前头，那咋的？你有免死金牌呀？嚯，谁胆子这么大，骑个电动车老在大货车的前头晃悠？怕啥来啥，绿灯亮了，直接等待通行的大货车一个起步。
的大事不好。由于视觉盲区，大货车驾驶员没发现前面有电动车，起步时撞倒电动车并碾压车上的俩人。大货车外壳坚硬，体积庞大，娇小玲珑的小小电动车哪能承受如此庞然大物的轻轻一撞一压一碾一挤，更何况车上还有俩人呢，人咋样了？其中一人无大碍，另一人还在医院救治中，目前该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珍惜生命，远离大祸呀。愚者以鲜血换取教训，智者以教训避免流血。知危险会避险之余，也得提醒大货车司机朋友们，不要超载，不要疲劳驾驶，盲区太大要注意瞭望，养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接着说，哎，小杨啊，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小学的时候？那当然了，那会儿我妈天天骑自行车送我上下学。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家长自己开车送孩子，要不然呢就选择让孩子坐校车。那既然是校车，司机指定是免不了要和小朋友们打交道，所以呢就会比平常人有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可是下面这位校车司机，那叫一个点火就着。说这生拉硬拽的，孩子犯啥滔天大错了？家丑不可外扬，教育也得回家呀。啥呀？这不小学生因为座位有水不愿意坐下，校车司机便暴力把他拖拽出校车。校车司机不光要技术好，品德和素质也要过关。经历了这么一遭，可给孩子吓坏了。当他拉一车学校的面回家都不敢说的，又不吃饭又不说话的，跟车的一个老师他都发出来了嘛，加上案发视频才看到的。这一车的孩子怎么放心交给这么不靠谱的司机接送啊？这素质怎么过关成为校车司机的？你有所不知，为了孩子的安全，这辆校车是家长们自费从外面校车公司租的，哪成想竟然让孩子的心理受到了伤害。但是就是司机说要叫小孩子坐下来嘛，那小孩子不愿意坐嘛，他就说不愿意坐就不让你坐校车了。家长打过电话给我，由我管校车的安全员去处理的，去派出所调解了嘛。那司机说跟家长啊还有那个小孩子道歉一下嘛，写个道歉信嘛，会把那个司机炒掉。我就想问那个跟车老师为什么不阻止，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拖拽，拿手机录像啊。车上俩老师都劝不住，只能录视频保存证据。咱说那座位上有水就给小朋友擦一下呗，暴力能解决问题吗？欺负小孩就这点能耐？如果说对面换成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那司机还敢这么拖拽吗？这下好，丢了工作臭了名声。换个话题，俗话说看人看心，听话听音，无论是处对象还是过日子，谁都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在乎自己的。咱就拿老爷们来说，你看哈，就如果他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表现，一般都会不自觉的就想要为他付出。吃啥你说，买啥你说，这你也就是耍耍嘴皮子，你还得事儿上见。下面这个小男子汉的做法就让不少单身的小伙伴都不由感叹，哎呀，输在了起跑线上。每天都带苹果，你给谁带呀？老每天都给他带苹果吗？是啊，他很爱吃苹果。孩子妈这唉声叹气的，出啥事了？哎，六岁大的儿子把妈妈每天精心准备的水果都送给了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吃。那你爱吃什么？我爱吃橘子。那你以后每天给带苹果，你自己吃橘子好不好？我把橘子和苹果都给养。全都给他，你自己一点都不吃啊？对呀、为啥？因为我给他做多选择噻，要不就苹果还是吃这个橘子。然后他剩下的他不吃的你再吃是吗？对。杨，你吃吧，你吃吧，我喜欢看着你吃，你吃了我就高兴，是不是这样？嚯！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给稀罕的女孩备两样做选择，
那可不，自己每天就吃女孩剩下的，都说儿大不由娘，我这儿子还没大，咋就不由娘了？她长得漂不漂亮？嗯，漂亮，跟你一样，和你一样漂亮。你们都可以当新娘子了。新娘子只能有一个，要谁当你的新娘子？妈妈，那些不说好。但是请讲个结束了，好不好？好的。既不伤害妈妈，又维护了自己稀罕的女孩，这情商不得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孩子妈不得已，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哎，提前十来年体验婆媳生活，孩子妈不由醋意十足。再这么下去，我高低得去学游泳。那么问题来了，嗯，稀罕的女孩跟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你说你咋那么损呢？你都回答不了的世纪问题，你能为难人孩子吗？其实我感觉呀，孩子妈肯定会自觉地游上来的啊。我跟你说，你儿子很有可能会先救人家呀。要我说，孩子妈也不用顾着伤心，赶紧教会儿子怎么削苹果，怎么剥橘子。毕竟自己稀罕的女孩自己追。节目看得挺热闹，这轮红包又来到。家人们，手机扫码加会员，现金红包可提现。一次机会不过瘾，还想再抢可咋办？还是扫这个码，还是点抢红包。这回看到右侧的转发按钮没？赶紧把图片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告诉他现在就加入会员，他能领红包，你还能抽奖，俩好嘎一好，乐呵抢红包。新闻爆料、法律咨询、政策服务、消费维权，有事儿您说话。没扫码的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再来一轮。干什么？要是给你500万，你想干啥？我现点左血盈理财，加点好的。格局啊！哎，你得种牙，牙不好，肉不敢吃，年糕粘掉牙，金针菇都能把牙割出血。这事儿有整500万吗？不贵嘛。这格局呀、啊！康贝佳12周年庆，100万种牙基金免费送，欧美种植体验4.2折起。天哪，适合我的格局。康贝佳种植，正畸美齿治疗，样样都有名医坐镇。就这电话，预约过程免费排队检查，免费名医就诊，免费方案设计。铁子，拨这个电话就说是大海热线会员，哇，有格局！哎呀，节目马上到点了，每天仅限20秒。说大半夜来拿走他，你这心可真挺大。请问拿回家你放哪呀？北方黑豆全国甄选，本期推荐红豆薏米燕麦饼，选用的赤小豆来自黑龙江五常，这里土壤肥沃，日照足，雨水丰沛，生长周期长，是全国著名优质红豆生产基地。还有河南的薏米、内蒙古的燕麦、新疆的红枣、山东的小麦等优质杂粮，富含膳食纤维，科学配比，营养相辅相成。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白糖，吃了也不用担心发胖，做小零食或营养早餐均可。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北方黑豆直接购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然呆队长关小彤。新式鲜奶茶倡导者，明星都爱喝的奶茶天然呆落户沈城，秉承纯乳好茶、鲜牛乳的品质坚守，更有总部扶持，助力你的创业之路。地址：中街沈阳春天正门，加盟热线13-3080-8000。我是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现代工艺把我秘制成丸，全中药炮制，每丸重9克。如果你咳痰喘，你需要注意补肺，肺气不足，气短喘咳时，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我能补肺益气，止咳平喘，治疗你的咳痰喘。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中医传承，匠心悠远，高真堂传承国粹，弘扬中医药文化，创新理念技术，全生命周期诊疗养一体，医疗连锁，对常见病、慢病、疑难病，未病先防，预病防病，以病防错，愈后防复，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造福百姓，助力健康中国梦。大医精诚，良医好药方显效，熬制浩繁医人心。高真堂道地药材秘法炮制，好医好药好高方。
高诊疗效果，为健康保驾护航。一花和一草，看起看起鼻炎又犯了，鼻炎要讲一花一草。什么花？一枝黄花。什么草？鹅不食草。贝鼻牌鼻凝喷雾剂，把中药一花一草装进雾化瓶，用雾化的中药直喷病灶，主治疾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中药雾化，一花一草，中药雾化治鼻炎。贝鼻牌鼻凝喷雾剂。看咱刚才宣传片里面的现场热不热闹，这就是咱们辽宁省第三届白云山复方单身杯健康五争霸赛沈阳复赛的比赛盛况。沈阳的叔叔阿姨们开挂了吧、这个卖力呀、你看那表情，那舞姿，那才艺，最主要是那精气神，绝对是这个。主办方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现场呢还为大伙提供了不少大奖。要想知道现场还有啥热闹，老铁们就在五分锁定咱们北方频道，让咱们一起欢乐的动起来。说《水浒传》里能人多，武松醉打蒋门神，醉打老虎，鲁智深醉打五台山，这都是非常精彩的桥段。要说最让我佩服的，还得说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我跟你说，那是真功夫。哼哼，有幸啊，我今天吧见识到了这样的真功夫。你就吹啊，你就搁那吹，就这点灰呀都吹我脸上来了。我是有图有真相。那行吧，咱们就看看热线会员沈阳的杨大哥的经历。哎，大哥，我看咱家门口这花就不对呢，这咋就那花盆还有大坑呢？哎呀，甭提了，这月10月13号啊，早上我上班来发现这盆花没了，那盆花还在。我就进屋看视频去，我这一看我才发现家一定在这附近住一个小伙子，6条狗，大黄狗搁这呢观察看好像没人，顺手就把这树连根拔起。视频中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身后这家店门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北二东路杨大哥家店的门口。杨大哥家店呢本来是门口摆有2盆这个吉祥树的，因为杨大哥家右边这个店呢是属于24小时营业状态的，在晚上呢这家店也亮着灯，所以说杨大哥家门口的这棵树呢是一直没有被人拿走的。这一对树啊是好朋友送的吉祥树，其实那价值倒不多钱，但是对于咱们经营者来说呢，这个开业也好，好兆头啊，好吉祥啊，他弄得我心情非常不愉快。从视频上我们看到呢，当天晚上11点钟左右，这名拿树的大哥呢先是打西边来的，先是在杨大哥家店门口呢左右徘徊观察附近有没有人，在确定没有人之后，这名拿树的大哥呢是直接走到了这盆树的旁边，就是我现在的位置，直接把这棵树直接是连根拔起给捧走了。咱说从视频上看，您拿捧树这个过程啊真是像极了一个缩小版的鲁智深，但是人家鲁智深是倒拔垂杨柳，是光明正大，您搁这大半夜拔树，您属于偷鸡摸狗啊。如果说呢这位先生要缺这盆花缺这盆树呢，我可以送他10盆8盆，是吧，不至于把它拔走，这都有生命的树，有生命啊，而且这光秃秃的花盆也非常不好看，所以希望呢当他看着录像的时候呢对他是个教育。在这儿啊咱们也想和这位鲁智深那个不是就是在这儿啊也想和这位拔树的这位啊多说几句。这一下不光你出名了，你养的狗跟你一起出名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电视机前收看咱们节目，那么奉劝你赶紧把东西给人家还回去，你这真是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别以为说别人不知道你是谁，那视频就搁那儿呢，你还能猫得住是咋的。今天最后一轮抢红包来了，听我口令，打开微信就扫这个码，进入大海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方的抢红包进入活动，点击拼手气抢红包按钮，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新会员红包立马到账，每周热线福利够9.9元买所有，热线家人红包乐，幸福生活福气多。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唠到这儿，明天晚上还是7:30，还是北方频道，咱们大海热线接着唠。